他上的学校刚刚发了通知，我给你们念一下。各位家长，由于我县当前疫情形势，六号不能准时回学校上课，由线下转为线上教学，又要开始上网课了。常常准备上网课了，第一节课是数学。老师呢？怎么又走了？他在连九班。好好听啊。分数的意义，第二课时，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，简单的学了一下分数的意义，然后明白了已经一捆儿、像一筐、一竖，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，对吧？我们今天继续往下学习。彤彤又在画画。彤彤，嗯，姐上网课呢，我们也学习吧。好吧。你把上次妈妈教你那个凹的拼音读读一读。好的吧。波敖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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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敖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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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读饱满一点啊，嗯，继续，摸敖猫，摸敖猫。下课啦。对呀、啊。怎么样，能听懂不？能。有没有作业？有，等会儿我去写。听写今天新学的词语。看场上记的笔记。第一个，田坝。下毒。孵出。歪着头。汤圆。掘地。伏地。成绩，提交，检查吧。小朋友们，帮忙检查一下，畅畅有没有全部正确呢？